我是云林海口出世的囡仔，我按云林海口出发，希望这届参选立法委员会当阁替咱海口地区啊做较侪工作。过去我嘛是未了乡长，啊发觉每一乡有每一乡的无同款的问题，希望未来中央政策会当制定对海口啊这比较啊会当较善佳的一个海口乡镇吼，会当做出较侪的这个建设。啊，未来我会针对每一乡啊每一个所在啊伊的需求啊做一个整体的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啊会当前进咱中央的发言啊替大家来发声。